电报条，电
报条，电报条就是咧拍电报，伊啊牵迄个电线，电报条。哦，伊只有灯会嘛，有电会的时阵，它叫灯会。你看伊这有足细条的线嘛，这是1941年的高雄呢。1941年高雄，有水无？但是咱即摆街景变安怎？人讲咱台湾的街景没有美学，没有美学。啊，是安怎？啊，因为咱小时候都看这种长大，咱看有啥物美学？啊，人看国人四界拢看，拢嘛是欧式建筑。啊，是安怎？有迄巴洛克式、有哥德式，有啥物遐个物件？因眼睛就充满的那些文化美学的东西啊，他们勾勒出来的也都是那些东西啊。1850年，你敢看？1932年，一直到1950年，差伫倒位？1832年、1950年差18冬，18冬世界的电缆线就拢牵起来。1850年世界的电缆线牵起来，咱台湾人咧创啥？咱咧拍蜡呢？我们还没接到世界文明里面，还没接轨上去。1873年打字机出来。那个毛笔，那抹抹有无？抹迄墨水，抹，啊，伫遐写，啊，甲它连连甲足水，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一片就拍出来，一张纸，哦，啊，若讲着纸就硬起，啊，台北人讲着纸哦，大家中国注意的讲，啊，我们那个蔡伦就发明了纸啊，那个不算什么，对啦，蔡伦发明了纸嘛，对啦，不过人即摆是讲已经大量印刷变册啊。你看嘞，后壁的火箭升空，太空梭升空，啊，我们以前就发明了鞭炮了，那个就是我们以前，人已经升空，已经飞到太空啊，你敢搁咧盐水风炮？今仔日啊，准时盐水盐水风炮。到1880年的时阵，这报告的时阵，21000页的报告，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。因为人越多，你做这个事情越繁复，但是你累积的 database 越多，你的国力你就可以从这个报告里面看出来。啊、哦，你看，1899年、1902年，咱这时阵刚刚接触大日本帝国的文明，我们才慢慢接到现代文明。无线电，电呢没有啊，无线电比较对传，无线电出来。工业革命1.0是蒸汽啦，什么自然界这些替代人工啦、啊哦、你看1860年、1880年，这个明治维新开20冬的时代的时间，和整个日本现代化变成一个工业强国。对，这时阵法国盖了这个东西，一开足济哦，你看。钢铁啊，你有钢铁，你有法度铸造这物件，你就有废有煤炭，哦，顶啊，这样也是啊。啊，这个时阵，你看伊维持了世界最高建筑大概45年，上面还有刻有这些科学家的名字，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埃菲尔铁塔。啊，这个时阵在创啥？我们都还不见世界的那个地图，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是谁。也是因为现代化之后，我们才慢慢抬头。这个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，台湾人竟然没有国际识别的身份，我们一直没有国籍，我们不知道，也是国际法才找出来的。2.0开始有电内燃机的，咱即摆汽车愈来愈紧，哦，有啥物差分机，大概慢慢电脑出来啊。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这种无人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你也看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日本跟中国，哎，同一边的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大战了就不同边了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人机就这样。迄个时阵，工业革命，互咱日本会使做无人机去甲美国相拍，阮阿公也参与其中。所以，当秘书叫咱问我，啊，恁有参加第二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无，咱当然嘛无啊，迄咱的祖先参加，啊，
你敢会敢讲恁台湾人无参加？迄是阮做啥代志？我甲我无关系，敢会使安尼讲？有关系啊，太无关系。迄条约签落就是几百年的关系啊，太无关系。我们切割不开的啦。你敢讲哦，切割哦，台湾人讲咱无遵守，哦，我即摆哦，我家己要选择要安怎样？无可能嘛。啊，这两只签落了结束，毋是结束，衰尾来。日本方欠两粒原子弹，台湾欠一粒石头，啊，闹到即摆，咱未变心啦。思想精神决定文明差异，我要讲啥？做一个结论。美国今仔日会强、会勇，是因为伊继承两三千年的思想，互伊的文明一直保持伫上界头前的状态。上界新、上界有困难的状态，一直到今仔日。所以全世界，伊放弃家己的母国，去忠孝吼，去效忠美国，都是最聪明、最有钱、最有能力、最有竞争力，导致美国用这种核心，造成他的国力非常的强。我想要讲美国时间，已经做头前啊。伊会当坐落来等你十等拢袂要紧，你都约袂过伊啊。伊有足侪时间做这代志，思想伊的未来免咱开心。做地球文明上强的啥物啊？日本、德国、美国，遮个，因伫足头前啊，啊咱伫足后壁。国际地位正常化，会当帮助咱提升咱的视野，伊看未来。啊，所以面对未来。免得接证，那免得自我学习，那下一堂课会告诉你，多谢大家。